吃了好不好？快被你们吃光了。来了，我们是德兴的好朋友哎，我们才了解他的口味啊。拜托，你们懂什么？食物我比你们了解。对对对，你最了解食物。但是你看起来就知道对爱情还有告白也是白痴啊。请问一下，食物跟告白有什么关系啊？食物跟告白当然有关系啊！你这样看，那个女生哪个鸡腿？连我认识都说不出来，能想象吗？老师怎么样？我是这里的主角，吃什么东西，喝什么东西，我决定。好了好了，干嘛那么凶嘛？我呀，给个建议都不行了。哎呦，阿丽呀，你不要再走了。哪有人家台词这么长的啊？我小时候背书也没背那么长的啊，寝室比成人歌还长。哎，你爸还没发现你那宿命没头。嗯，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还是好好背啊哈。哎，那个德兴有没有说他几点会到？你好，小姐，请问有定位吗？钟威利先生的位置。那这边四个人的位置吗？谢谢。说自己喜欢的明星，你是说，那你喜欢我吗？点头就对了，太好了！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真命天子。真命天子来了！快快说！越是在你身边，越是看不见哦。艾丽，德兴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快说！
你快点来吧，来来这边，来来这边，来来这边，过来，快说啊！不用穿的，哎，腰带得进去哪？我们去看，我们去看。好。人家在告白，你们两个去干嘛？当电灯泡啊？也是。不然这样好了，刚才你的厨房好像还有很多好吃的，给我们吃好不好？可不可以打包带走啊？去去去去，我们全家去！谢谢你，大好人。去你的！哎，你要说什么？就是世界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，而是而是我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阿力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念诗给我听啊？啊，你也知道这是诗啊？大家都知道吧，而且后面还有，你还没有念完。哦，对对，后面还有。世界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你就站在我身边，不知道我爱你，而是德信。我知道我要说的事情可能会让你很难接受，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样。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明白我对你的感觉。我们是差不多时间一起进车行的，每天我们开车的时候就用呼叫器聊天，每天一起吃午后饭，打混的时候你就陪我骗老板娘，有女客人你就帮我去载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把你当兄弟一样，可是我每天一早起来我就想到你，每天去车行我就想看见你，你如果在的时候我就想逗你笑，你如果不在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你那个爱笑的脸。我一直以为这些是习惯，但没想到是喜欢。我因为小时候的阴影，我以为自己我不会喜欢女人，更何况是像哥们一样的你。你相信我，我怀疑过，也搞不清楚过，也莫名其妙过，但是我最后的答案其实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喜欢你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博野，我喜欢的是你，陈德信，那个不擦口红不涂香水的女生。陈德信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交往吗？在我心里陈德馨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交往吗？喂，秦总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我在餐厅呢。
那一个男司机、那个女司机，我们的翻译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这行的那个男司机对那个翻译的女司机现在在告白。告白？啊！告白！回来！快点换衣服，快点换衣服！干嘛？哎呦，我们的翻译快要落到别人手里面了，没有时间解释，快点换衣服。哎，不用换也可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不行，我们现在去，搞不好是你的主人首犯。我告诉你，那个王八蛋阿力现在正在跟德金告白，你绝对不能输给阿力。快点，快打电话！快点啊，打电话！德金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始终相信，爱因才会平，在幸福公路上前进。我们都一起闭上眼睛，一直到魔法变现。对不起啊，不要接电话。行了，是博弈。